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过年这段时间吃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有点腻啊。今天我要去找一点野菜来吃。这个路边有很多野菜，就是这一种野菜了。这个有很多种吃法的。好小一颗，这一颗有点大。这个地里这个草里面也有一些，这个有一这颗有一点大，这个蛮大一颗的。要好好找啊，很多草。这些都是的。这个很少，比较难找。现在就找了那么多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一些。就找了那么多，这个可以用来做那个春卷，但是那个我不会做。我们这边也可以用来那个炒着吃，或者是吃火锅什么的都可以的。也比较难洗，哦，这么好吃，好香啊，太香这个，好呀。